还要来看他歌手钟汉良从歌坛偶像小太阳现在转变成38岁轻熟男，最近还拍了新电影来到台湾宣传，出道20年了，感情一向神秘的他现在传出不仅娶了交往多年的台湾女友，而且还升格当爸。感觉少年，我已经不少年了。一讲到钟汉良，在许多台湾粉丝心中一定会立刻浮现小太阳三个字，因为当年他就是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，但是年近40的他自己承认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。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一点什么样的事，总不能都在少年。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，今年38岁的他最近也正好传出他娶了交往多年的台湾女友，而且还升格当爸。总不能都在演家男孩，就是什么都要尝试嘛。这样的说法更引发外界无限联想，传出钟汉良的另一半原本是他的歌迷，也曾经在他台北的工作室里工作，目前在经营面包店。等于是我第二个家，所以这很多好的印象，比如说我是小太阳，他们给了我很多很阳光很正面。一传新电影也吸引了死忠歌迷到场支持，从年轻偶像到熟男演员，甚至传出升格当爸爸，钟汉良的成长歌迷们都陪着一起走过。钟汉良，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小太阳。中讯黄建腾、胡家珍、吴家文、谭若仪台北采访报道。